好玩游戏推荐，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拳头公司自家热门游戏《英雄联盟》。联盟的 S14 赛季已经上线，非常多的玩法和大量装备的改动，让这款游戏一直活跃在观众的视野中。作为 MOBA 游戏的常青树，《英雄联盟》一直保持对游戏的高强度更新，在玩法不变的情况下，装备的迭代，英雄的改动，让联盟玩家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和成长。拳头公司也被称为被游戏耽误的音乐公司，以自己游戏英雄为形象创建的虚拟偶像团队 KDA 也自出道以来就吸粉无数，拳头也在去年底推出对标的男子团体星之刚，可见联盟的全方面事业都在往越来越好发展，能获得越来越多海内外玩家游玩也不足为奇。但很多海外的朋友又回到国服游玩都会这样，这样，还有这样的现象，这些网络问题非常让人难受。那么，海外的朋友玩国服延迟高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在这里推荐你使用 SixBus 回国加速器，下载之后进入界面热门首页就是英雄联盟，选择自己的区服和节点。现在新用户更有优惠好礼，进入福利中心还能兑换时长，点击一键加速之后重启一下游戏，可以发现几乎没有感觉到延迟和卡顿的问题，操作上就很流畅与顺滑，大家快去试试看吧。